Hello 大家好，我是吳軒。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珍。今天我們三個最大人 perform 的 MC 是不是很期待呢？相信這麼多位同學都期待了 perform 很久了，看不到啊。是啊是啊，我都期待了很久了。我們第一位表演者是吳師班的洪嘉怡同學。
已經咁正啦，真係好期待嚟緊會表演啲乜嘢啊 ！A whole new world。阿宇，你做咩無啦啦喺度唱 A whole new world 啊？乜你唔知咩？下一隊嘅名叫做 New World of Us， 佢哋將會表演阿拉丁入邊嘅主題曲 A whole new world。哇 ！A whole new world， 我細細個成日聽噶，我而家真係好期待啊！而家佢哋咪表演咯，有請 New World of Us。三分鐘 ，Go Go Go！ 使乜開麥啊？你開麥。OK， Testing 第三集啊！人人期望可达到我的快乐比天高。咦？呢个咪哆啦 A 梦嘅主题曲？系啊，乜你唔知嘅咩？接下来嘅表演队伍中会表演哆啦 A 梦嘅主题曲啊！哇！咁佢哋咪唱出佢嘅童年，真系好耐冇听过哆啦 A 梦啦！即系我想快啲睇佢哋表演啊！知啦知啦，有请苏达嘅表演。Yeah.
Testing。咦，阿宇，你手目你手中拎住啲咩啊？呢、這个咪《排球少年》入面嗰个日香。系啊，呢个系《排球少年》入面嘅日香啊！你做咩无啦啦揸住日向嘅徽章啊？因为接下嚟六 B 班黄慧玲、黄玲伟同学将会唱《排球少年》第四季嘅主题曲啊！我真系好期待啊！哇酷哇酷！有请六 B 班黄玲伟同学嘅表演。你終於開了個麥，你終於出來講嘢了。阿宇阿宇，咁接下來有啲咩表演啊？接下來有啲咩表演，你竟然會唔知道？跟住下一隊，係啦，太遲。你咁留意 hip hop show， 你一定知嘅。哦，我記得啦。接下來咧係一隊叫新時代畢業戰士，佢哋會表演嘅歌曲咧係《天元突破》嘅主題曲。做咩？有请他们的表演。
咦，等等，我突然间收到一则来自外星嘅宣布。话声快讯，佢哋系一群来自外太空行走喺潮流尖尖嘅外星人，我估可能系好似谢拉摩一样嚟自月球啩，戴住面具，唔知道下面系收埋咗啲乜嘢不可告人嘅小秘密呢？有闻佢哋系颜值超高嘅大美女，经过陈全德老师认证。信息99.99%可靠的，听说他们的到来是为了迷惑在场的大家，令你们看到爱不释手。我知道一定是美人计，在座的各位小心被他们迷到晕晒啊。接着下来有请他们出场，让我们看看他们到底搞哪科。掌声欢迎 Fashion Tango G。接下嚟呢度会边跳舞喎、啊？唔知吴轩你有冇留意呢？我梗系有留意啦，话嗰日彩排嗰时，你记得几大声啊？我边有啫？我点知道啊？我唔知道、啊。接下嚟有睇 Avery 嘅表演。多谢。哇！佢都几惨啊！It's so bad, it's good. 온 남용감이 뛰어들어
Let's go. Likewise. 상관없어. Call me trouble. Or you can call me weirdo. 나로 살고 싶어. 똑같은 친구 올린 채로 다 가질 때 단하게 죽을 거면 돼. Put my stickers on. 하나 둘 ready get set go. Put my stickers on. Yeah yeah. Put my sneakers on. 하나 둘 ready get set go. 빨리 가보자고 yeah yeah. Yeah yeah.
下一隊的表演者先啦。下一隊的表演者將會是六 C 班的可盈同學，他將會跳的是雜舞，他還會 cos 我很喜歡的角色啊，真是想起都興奮啊。有請六 C 班的可盈同學為我們表演。觉得特别快，今次的 platform show 又要完结了，不知道下一次的 platform show 会不会可能今年今个学期又可以举行呢？我都不知道，不过今次真的很可惜啊，这么快就完，真的太可惜了，真的觉得永远看几好看不够啊，得个八队哪里够的，下次梗是叫井 Sir 安排多几队才行。
哦。咦，我只恐龙呢？有人见过佢啊？我只恐龙呢？哇，点解你喺度嘅恐龙？啊，接下嚟系 Platform Show 工作人员嘅表演，请大家细心观看，多谢。不过咧，首先有一个嘅宣布，有冇人咧系而家要去参观噶？请而家咧就即刻出去停车场准备上车。啊啊啊！有啲緊張，大家可唔可以陣間識唱嘅一齊唱？嗌就嗌大聲啲。好，我今日要唱嘅歌咧就係《百變小櫻》啊！你哋有冇人識唱？好，好，好啦，咁我開始啦。你哋全部聽到我聲啊嘛？吉他聲有冇啊？百变小樱魔法神奇谁可阻挡看我萨库拉快快慢慢解开诅咒百变小樱孭着重量无失手魔法变变变为最好古罗卡必生死战斗天生活泼精灵常存有爱从来潇洒好动一个人需感寂寞
多次啊，唔緊要。我唱多次呢句啊，唔好意思啊。好。伸手更顯得煩，誰人與我？如我可想比較心裏投資派象，而他縱然魔法是不錯，化成小英魔法神器做我左膀，看我實酷啦，快快我狂打開詛咒，化成小英魔法全話不失手，魔法甜甜地在我勢力全要走，化成小英魔法神器做我左膀，看我實酷啦，快快我狂打開詛咒，化成小英魔法全話不失手。多谢大家，再见啦！如果之后有多啲活动，记得多多支持我哋啊！拜。要弹大嘅，唔弹嘅冇人。好啦好啦，真係今次真係最後啦最後啦，真係完咗啦今次嘅 Paper Show。雖然大家可能覺得好可惜，但係唔緊要，我哋係仲會有下一次嘅 Paper Show 嘅。首先我哋要喺度多謝一直幫我哋嘅鄭天輝老師。咁我順便喺度呢都呼籲啊，如果覺得頭先嘅表演我仲好啲啦，嚟緊多啲參與我哋嘅表演喎 ，O 唔 OK？ 第二個呼籲，如果有同學覺得佢哋搞得好唔好呢場 show， 但係你覺得你自己搞得更好喎，咁亦都可以咧同我申請咧，我想搞下一場嘅 perform show，O 唔 OK？ 亦都咧再一次俾啲掌聲，我哋幕後嘅工作人員喎。仲有後面睇下，仲有企得特別高，其實唔係好高嘅子維影相嘅。咁如果都有興趣加入做我哋嘅影音支援隊嘅，又可以揾我，總之咩都揾我啦。OK。好，再一次掌聲鼓勵，多謝 MC 雨。好，出多去一次。好，再一次俾掌声我哋嘅工作人员。呢个系吴轩三 D 班嘅吴翠轩同学，三 D 班嘅曾仲贤同学，呢个系 Two C 班嘅唐子乔，系我哋嘅恐龙啊！我哋因为有一位同学咧就有少少唔好彩咯，咁佢就家居隔离喎，咁所以佢就出唔到啦。虽然唔知道大家知唔知佢系边个啦。本来佢就是扮演呢个嘅比卡超噶嘛，比卡超佢唔开 K 啦，但系佢见到大家嘅呢个系吓 ，OK online， 唔系唔系，佢系三 C 班嘅彭冠腾同学，我哋都要多谢佢嘅，佢都系我哋嘅工作人员之一。好啦好啦，今次嘅 perform 就真系完啦，真系多谢大家嚟睇啊，多谢。我哋要准备好嚟紧下个礼拜嘅全日复课啦，真系好开心。所以玩埋今日就开始收拾心情啦。好，多谢大家，拜拜。多谢。拜拜，下次 perform show 再见。